台湾的观众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江兆辉。路桥1月5日在台湾上映，不想错过痛快的犯罪动作片，请快进电影院观赏路桥。我们得赶在所有人之前抓这个凶手。今天是我们大日子。谁雇你的？我不想跟狗说话。Big day is coming。这次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你，我生我要见人，死我要见尸。